认为啦哈，戒备就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是来自金门啊，我是金门人。那我其实有研究到戒备这个上班啊。那1996年12月3日，刚好满50岁，就退休了。然后就到大一班五年，然后之后就开始流浪，为什么流浪呢？因为之后我就在包括银行、工业电脑公司那里，当兵当过创新这个总监，是在董事长的旁边。刘克正，我们知道银行的工业电脑是全世界有名的，然后呢，之后因为陈文执行长刚刚跟我讲，就是因为这个一年级我有大一些，因为不主要教育部评鉴，有签稿申请，我也过去了。我一年刚过来，我好了。结果也因为这个样子，就跟我们花莲，跟我们的玉里，还有现在又到瑞穗，接下来又可能是这里，因为在座啊、有。夫人是我的学生的朋友，所以呢，我弟弟我本来都是学生，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进班，现在已经关了，所以呢，有一个夫人。那其实今天呢，那在之前，因为今天刚好是我的第二天，从我在座这个跟在座的妈妈们。甚至呢，未来将成为妈妈的，甚至现在是阿妈，祝你们母亲节天天快乐。那我想有这个好姻缘呐、那这个有一点太学术，所以我尽量用口语化的东西来跟大家做解释哦。好，那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婚姻。说实话，在国际上，我有看过很多的论文。这个论文跟我们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温泉比，还有呢，温泉对人体的这种养生的这种这样的效果，其实是非常有报道的，包括日本。但是呢，我们国家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昨天晚上我才匆匆忙忙要从台北带过来。我家是住台北，但是你忘了，就是在地方创生的一个产业里面，有一位日本的一位作家，我等一下再把它收集一下，再把这个信息告知大家。他就是在我们，他就在，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很喜欢泡汤。也很喜欢到我们台湾的泡汤。其实我们的红叶温泉的源头跟日本人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包括我们安东温泉哦。所以这一系列就是代表了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其实他们对于这种养生的这种素养，他们是非常高。所以的话，在这个因缘之下，他们说在我们一直希望找到机会。来我们台湾开发我们的温泉的，然后呢，这个他们要喜欢泡汤，所以呢，其实我这个样子来讲呢，其实温泉产业它是一个很有未来性的产业。这个下午的话，我用这两个，上午用这两个，就是策略联盟，就是如何把大家的能量把它汇集在一起，甚至呢，我们可以一直对外。什么叫一直对外？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西部有很多的我们的百姓，其实他们对我们东部不是很了解，尤其呢，对我们东部的温泉，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呢，除了我们日本人特别喜欢以外，外国人很少有这个机会来怎么样深入我们的温泉房，来看我们的整个地质环境。还有我们的特有产业、地方性的产业，还有呢，跟我们的温泉做一个结合，所以我第一个主题就是策略联盟。那当然呢，策略联盟就是要大家简单讲，就是如何把大家的能量
聚集在一起。但是呢，这里面有包括垂直的，什么叫垂直呢？就是上中下游的整合。哦，那上中下游是上面是什么？上游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原料，哦，比如说农产品。中游呢，可能就是我们生产温泉，当然这个温泉是自有泉，或者是我们从地下去挖掘出上来的，当成我们的所谓的温泉的来源。那下游是什么呢？下游就是我们如何去做通路，我们如何去做行销。所以呢，上游是一个这样的开关，但是策略联盟里面一定有它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把价值观念把它整合起来。那如果我们有时间，我想以这个工作来看看，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底在哪里。好，那这个是我今天大概主要的一个演讲的一个内容。哦，那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因为我喜欢拍照，这个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照。那就有位朋友在讲，他说他那天没有过来拍照，他那拍照有点点低嘛，所以我在想，哇，你们在我很多天啊，不然的话，如果用学术的东西来讲，可能不止你。很多都会睡着。那当然，我看今天有阿妈级的，有这个年轻一代，哦，所以呢，这个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们的传承。哦，我们有我们很重要的，台湾60%的企业现在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60%，就是第二代他不愿意来接他父母亲的产业。那为什么不喜欢呢？第一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未来跟规划。第二个呢，他对现有的产业，他认为没有希望，甚至呢认知不清。为什么？他一直以来他对这个产业，他并没有去了解。哦，那第三个是怎么样？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因缘环节之下，他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他就会留在我们这个产业。所以呢，台湾也不愿意第二代接班人的问题。哦，所以的话，在座各位非常有意愿的业主，你们要去思考未来我的这个企业怎么往下交棒。哦，那我对，有企业也会是未来的接棒，所以我们要跟这个掌声鼓励一下。哦，那我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四到一年的实务操作。我在这边呢，我先抱歉，因为我没有念很多，我先把这一章呢价值链的概念先给可能每一可能我们可以啊，那也可以，那我这个印还有一个缺陷，对，13，对，我这个印13混而已。那不要紧哦，我想这一章你们出关之下也会用到哦，那我们就往下。好，那什么叫联盟？其实最简单的讲话就是说两家或者两家以上，大家基于某些利益整合的关系，大家绑在一起合作在一起。哦，那譬如说在这边这个连锁店，其实它就是一种策略联盟。哦，这样。还有呢，比如说有些航空公司，他们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廉价航空公司，哦，他可能跟什么样的一个航空事业跟他结合，那这种他们也在做什么策略？那刚我有讲说上中下游的整合，另外呢还有所谓的业之间的整合，哦，比如说我们是温泉旅游业者，哦，所以的话，如果大家未来绑在一起。这是一种方式。那刚刚呢，我又提到如何跟上游，比如说我们的农场，我们的蜜香农场，我们的五个咖啡这些等等，怎么去跟他们在地的资源整合在一起，甚至呢，跟我们的公部门整合在一起。哦，其实如果以外国人来讲，因为我有外国人，他们对我们公部门是非常向往，所以呢，未来我们如何？
营造这样的一个人才，让年轻人呢愿意投入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然后呢让大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比如说像这样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集合在一起，但是呢其实某些状况之下大家也不能做随便的浪费鸡蛋。我想大家平常除了说几个比较好的朋友，平常大概业子很难得大家聚在一起，所以呢今天有这个因缘，我也时常讲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那在秀言啊，那到我这边呢就是抱着一个欢喜的心，一个学习的心，当然我也要跟你们学习，因为你们的所谓的专业知识都比我们强，那我只是从学术有些观点切入你们的这个产业里面来，所以这个叫做教学相长。好，那这里面呢有所谓有股权的方式，那一般不会有股权，就说哎，我们大家合作好不好？比如说共享，共享这个，共享这个旅游的这个住宿的环境，然后呢共同来经营某一趟事业，所以呢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把大家整合在一起。那刚刚我有特别讲，就是其实呢有竞争性合作联盟，为什么竞争？我们有没有听过叫做既竞争又合作？有没有？平常呢可能怎么样？没有生意的时候，大家你争我夺，但是呢等到一旦生意很好的时候，那可能就怎么样？彼此，给我这边，我这边呢，这个有，比如说我成功50个客人。然后呢，我今天有100个客人来的时候，那我赶快跟我谢一下，互相，这就是一个机会。那垂直不平行，刚刚我有讲，上中下游其实没有垂直不平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可能去生产农产品，我也不可能做很多的形象活动，所以呢，我必须以我，如果说以我们旅游业来讲，以我们这个住宿业来讲，我们是中游的这样的体系，我们是怎么样产出住宿让人家来住，但是呢可能要透过隐形社，那隐形社呢就是我的下游，这个叫做垂直不隐形的。那业龄就是很简单，比如说你跟当地的队伍的人跟他做结合，这些等等都是这个机会。好，那当然呢他有很多机会，因为很多事情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就好像人呢有时候讲这个人家说拍背影怎么样，这个拍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再不好的人其实他很有特色，所以我们要跟他多学习，所以呢就怎么样，我们不要很容易排斥过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唯有多接触人，我们才知道他的缺点，我们就学习他的优点，然后我们把他的缺点当成我们要改进的，可能他的缺点我也有，时常我们看别人，别人都不够，但是别人看你，难道你都对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很有意思了。那在这边就怎么样，就说要把结合，把大家的能量，把大家的资源怎么样整合在一起，互相介绍，其实说在话总能润色大家的生活。早上我听董事长讲，你董事长他说这次来的主要还是为了推动绿，还有光复哦，来自绿地的城市的话，绿地感谢，然后来自光复的请举手。其他就是我们在地的会所啊，所以的话，我们都有一份亲情，我们都有一份隔壁的感情哦，所以把大家都聚在一起啊。那当然，这边讲到一个跨国，那我不需要，我是把这样的一个奖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家手牵手、心连心一起往前走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方向跟目标哦。那这里面就是说。在策略联盟，
在联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彼此的文化，就是说，譬如说你的企业跟他的企业，大家彼此的观念很不一定怎么样，不一定互相调和的起来，所以呢，一定会有一个磨合期，我一定会有一个磨合期。那所以的话，那针对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透过彼此的学习，让彼此之间呢能够合作在一起，让彼此之间能够怎么样，能够共同朝着目标，不要因为彼此的这种抗拒或者彼此的竞争行为，造成怎么样更大的彼此的伤害。哦，其实有时候想一想，生意是一时嘛，但是朋友是永远。所以我们以前时常，以前我在公部门时常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因公害私。哦，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公家或者是很公众的事情，然后你来害彼此之间的怎样的这种私人的友谊跟关系。但是现在以我们台湾来讲，很严重。什么叫严重？就是年轻人跟年老他们的政党的怎么样理念可能不一样，所以呢在家里面呢可能有民差党，也有国差党，然后呢两个时常为了选举的事情在家里面起哄。那这个有时候想一想，因为现在这个资讯太发达了，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怪年轻人。像说在话，像我跟我小孩有时候也为了这种事情，两个人就真的会吵，不是假的。啊，我是感觉说你们年轻人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他说你才不懂。所以的话，那一个对错的，这个只是一个认知的条件啊，跟这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很快的进入所谓的价值链。那价值链在今天来讲，哦，这个过程里面是比较重要。什么叫价值链？哦，接下来讲的是有一点关系跟我们的制造业，但是呢大家是不一样。那我是想说把制造业转换成我们服务的品质，所以呢我希望接下来做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业的价值链。好，那价值链呢，它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哈佛大学非常有名的一间大学哦，美国所谓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这些都是在国际上顶尖有名，而且呢为国家、为全球培育很多的很多人才的一个场所。那他就特别讲，就是说每一家公司，包括你们自己，一定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你们绝对有你们属于你自己的强项。那当然，这种强项属于有时候是属于你们的专业技术跟知识，你们不一定会怎么样，会跟人家分享，你们不一定会跟人家分享。但是呢，今天的话，不是说要赤裸裸的把你们的想法整个怎么样？不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共同来想一想，我们共同来发现，就是说，那到底我们退税率里包括这个地区恢复这些零售分级的业者，我们的价值链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有什么更加不一样？为什么人家要来我们消费？那到底呢？我是什么吸引？而且呢，吸引了以后，为什么还可以再创造他们的二次回头，就是属于回客率？这个可能就是价值力要产生的重要因素。那所以的话，这边有一次南京的话，就是说，现在不能靠企业和企业竞争，而是价值力、价值力竞争。所以呢，在这边要打掉企业跟企业间的墙，那个是进后面流通。所以呢，企业要前面掌握上下游资讯，才能快速转移竞争。所以的话，这句话，所以我们就去往前。
收集的，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在收集的观点。他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我之间在上来上去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怎么样呢？你我之间有没有办法营造出共同合作的议题跟机会跟空间？哦，所以的话，我认为他应该是说他的认同以及我的认知，那这个就是建立在什么？建立价值链的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好，那价值链就是一个创造链的部分。所有的企业今天能够生存下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你为我们自己创造价值的地位所在。但是呢，这个价值会跟下午谈的商业模式会有关，所以呢，上午的主题跟下午的主题虽然不一样，但是呢，我会把它整在一起。那最后呢，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我们来想一想，春天在哪里？我们的未来怎么去营造？那如何呢？让大家的力量聚集在一起，一致往外，甚至呢，一起来扩销国际市场。我们把我们都有这么美好的一面，把它公诸于全世界。我们吸引很多国外的帮助，我们吸引很多国外对这种自然景观非常感兴趣的这些国际的人士来我们华东地区消费，来我们英雄地区实践。那我在这边第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夏天到了。那后者怎么办？后面的人更多，下面到底不过我们不打算还有没有？那怎么办？怎么去翻转这样的地理呢？那夏天之下还是有人愿意来跑，还是有人认为温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享受，一个除了住宿以外的一个活动。所以的话，我先抛出这样一个例子哦。但是呢，现在这边有特别提到的是低成本。现在就是低成本，低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哦，这个 Microsoft 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但是呢，另外一个重要就是去掉。如果特别这边写到扩张者跟扩张，就是说你如何营造你自己的差异化，你如何聚焦你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专业知识包括硬软体的设施，哦，硬体就是你们的，比如说 SPA 或者是等等，软体是包括什么？软体包括你的服务模式，你怎么让顾客来又想在这个下午的议题，你会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好，那这一张呢？这个是一个整个所有的产业都会面临到的那当然这边有特别提到波特的五个市场率。波特努力公司，我想请教一下在座的学过气管的同学，请我的业务举手啊，是气管是毕业的，来自于气管，你们没有进，没有学过气管，没有学过管理，没有，那你们呢？应该是我们的未来的这个外贸目标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年轻啊！你看到年轻时候的时光，为什么未来的时光就在你的手上？所以，其实我自己我也是上课时间讲，我们应该用方向教法，而且是放交给你们。但是呢，你们必须要承担得起，好吗？你们要承担得起，你们不能呢？
我们帮你们塑造一片天，然后你们再躺下来，这个怎么样？我想，不应该不是。好，那这边有特别讲到，刚刚有讲到垂直的关系，有一个水平之间的关系。那整个企业价值链，它有个分为主要的活动，另外一个是次要的活动。那这个主要的活动包括内部的运营，还有什么包括人员的营业。从服务业来讲，什么叫做内部的服务员？例如说很简单，我们以餐饮业或者是旅馆业来讲，餐饮业是不是要准备所谓的食材？对吧？那我们的旅游业，我们的旅馆也是要准备很多的主题单啊，这些盥洗的用品啊，还有呢，例如说要做到服务品质的提升啊，这个就是跟内部服务业有关。那外部物流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把这些床单呢，移请外面的来帮你整理的盥洗。那次要的呢，就是你的技术发展，就是说你自己对于你自己公司有没有一些主要的什么的一种发展，定定一些目标啊？来，我再问一下。请问在座的业主，你们每一年定定你们自己营业目标？比如说我这个现在是2019年嘛，那我可能到我十月份的时候，我要定定什么110年的营业目标？有没有请举手？或者是营业计划书？有没有？没有，不要。不要客气，我是要分享一下，对不对？或者是养老给财务进步吧。其实不只是你们，每个人。我现在在一家机械公司当顾问，他是做稻米干燥，叫做三生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三生农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是在做什么？做像这种像预防米，哦，像物流会。哦，这些大的干燥米的厂商，都是买这家公司的干燥厂。他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大概3亿。3亿多不多呢？不多。为什么？因为他要大国内市场，像国内的三华米、中兴米这些，都是国外的米，都是由他们是干燥出来的。那3亿多不多？不多。为什么？因为他很大东南亚的市场。哦，那我。因为我当初做的工作时，我就会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计划，啊，就是说，那我们有没有营运计划出来？他说没有，他说没有。那我说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去估算你到底每一年你的营业额要多少？你的人事成本要多少？你愿意让你的业务员怎么去守这个话，去跑这个市场？所以的话，自从我跟他们是103年进入，现在是100年，我在这边做了这么多年，还不到6年，还不到6年。所以现在我们每年都有营运计划。对。所以我是建议啊，在座的我们的企业主，或者是我们应该要发展营运计划书的概念。还有他的营运计划书是，其实营运计划书就是。看到过去的一次的会，就是说我们要检讨过去，为什么今年的业绩不好？那明年呢？我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下改善我们的什么营业模式，然后去把它改善，然后要去，那至少要维持今年的水平，甚至现在的公司一般来讲，每年都有。10%到我们成长，一定要有这个目标，我们才有办法让我们现在就是企业的绩效前的往前的发展，所以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人力事业的发展很重要，像大家今天来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对，去年那当然很多的老师带来的一个不一样。
有些监测，还有日英的配合，现在这个日英要来配合，很吃力，对，但是要麻烦，听得到，知道有问题几句就好。所以就是人力过于少，还有呢就是你们自己公司组织的结构。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只有四五个人，那比较整个结构方面就没办法做得很大。所以呢，它整个是怎么样？就是在整个价值链里面，它有分为供应商，还有购买者，还有什么叫做供应商？比如什么呢？供应商就是我们提供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的食材。跟餐饮跟旅游业会在一起，跟旅游业会在一起，这些是工厂。那还有呢，销售者呢，就是销售这些很多，比如说上游的产品，这些销售，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把怎样的，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提供给外宾的相关的这些。消费者，那再来就是这个就是消费者，所以呢，那消费者然后提供的这些的到底要对这个我想你们当初在做一个努力知道一下。好，那这边有讲到多的现在到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自己的产业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这里面会有怎么样？水平的或者是溢价的人。谁会跟你议价？谁会跟你讨价还价？一个是买方，买方是谁呢？就是消费者。比如说，来这边 A， 比如说 A， 比如说贵的你好，我现在有什么要求？记住你的意见，那我希望你一个晚上多少？然后呢，你一个晚上多少？一个晚上多少？两个人多少钱？那他说或者是两千，他说 A 五是一百。那你们能算吗？啊，对啊，这个消费者中心的比较，然后呢，供应商，比如说卖给我这些像我们的不管是食材啊，这些免费备单啊，这些所有的消费品，这些东西，那他们跟我们那边呢，一个是对方跟我们。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第二是我们跟对方讨价还价，所以呢，你可以跟你的消费者讨价，然后呢，你的消费者跟顾客会跟你讨价还价。好，那再来有一个什么新加坡的一线，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谁的一线？比如说我们的春天是那个什么，那个叫百年啊，天鹅。他可能一开始造成很大的一个对我们当地是震撼，那当时这个学生这个议题，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有学生说，您像今天的国际型的这个饭店，还有一个最近期，那对他们当地的产业很有冲击，我就跟大家讲。绝对有冲击，但是呢，冲击有两方面。第一个，高端的客户被他吸走，但是呢，中端以及下就是中下阶层的客户可能会因此而不如我说的不用害怕，但是害怕的是自己，人家在全心全意，我们自己能跟创新。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办法。好，那一来点呢？民宿就是我们先生，
就有进来什么，就是替代品啊，就是替代的厂商会进来做一些抗衡，跟我们竞争这个已经属于有限的市场。好，那么这个前天的话，我跟我小这个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我想跟他们讲，他说其实全世界今天的话还有办法，因为我们到餐厅在台北公馆的那个餐厅吃，生意很好。他说全世界能够像台湾这样能够自由自在的在这边吃饭，全世界都找不到什么地方。你看现在的疫情有多严重，所以呢，当我发现。我们的东部地区是没有确诊案例，其实我就发现东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西部的每一天都关在口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让他们到我们东部来消费？我不想。大家在这个疫情期间，你们有没有增加你们的机会去抓住这样的一个就是营销？我不晓得这个，可能要你们自己在心里面这个自己找解答。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样？机会无所不在。有些人呢，可能是逆势里面他得到的。更好的机会，所以的话，我们要创造机会。其实最简单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真正的防疫措施做好？我们是不是有管制我们的人员进驻的时候，我们让他健康的来，健康的回去？其实是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我这个从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到今年目前的五月份，七个月。我们经历七个月，你看，我们都把这片净土保护得这么好，所以呢，在这个环节之下，我们还是希望东部的跟所有的人能够到东部消费。我每个礼拜我都要来回花莲、台东，而且我是为了省钱，我要坐车，只有一省钱，很多话我都是从联营票，你们知道吗？有买过联营票，我就坐到，我就坐到联东这边，一定是从花莲到台东，一定是铁路，然后我们再去转手客运票，还有四块钱，只要多少钱？多便宜，大家可以看。哎，你们这有多少钱？209块加73块，为什么加73块？因为你可以用209块的区间式的票价去换这个券嘛。而且两个小时左右就堵塞车，我就到台北，甚至呢，你不用嘛，两个小时又10来块，所以有时候我就这个样。那他们就讲说，哎，老师啊，你这样很危险，我说危险。他说你又用热液，又用台铁，那被感染的机会很大哦。结果大家现在还是这么健在。所以呢，没有问题的啦。而且呢，我发现只要一下了火车以后，那种开朗的心境会非常好。那么我就认为，其实我要当一个师资。其实用这个联网，我们属于联网。我想在座有没有需要帮助联网？联网中的定义是什么？是50岁以上，50岁以上就可以成为联网。那老人呢？是什么？65岁才算老人，已经步入老化的时代是65岁以上。所以呢，我自己认为我还是一贯，我还是非常的动人。所以我也时常跟我，因为我是基督徒退休，时常跟我同事讲：哎，你们要来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天天都躲在台北啊，在北部区会哦，你们那呼吸的空气那么脏。这个货好，台湾还有东西消费，所以呢，我们把这个
的人心里其实并没有。所以呢，在这个价值链里面，你怎么去创造对你的优势？这个是什么？那这里的话，一下大家先看一下什么叫做什么价值链。那你这个月薪是什么？好不好？那你的问题就变相的实现你的价值链。谢谢。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吧？
一个是乡间小站，非常多，也是没有办法。唯一没有婚前就是婚前跑到那边，是不是？婚前七天唯一没有婚前，但是要讲你们还是有大包的，我看不起。OK， 那个那时候没有去过哦，他的夫人就是我的学生哦，那时候嫁回来啊。OK， 到时候再见，应该都认识吧？感谢哦。那我刚刚还以为你是你小朋友。好的。谢谢啊，感谢。那能不能介绍一下？因为瑞雄在我们瑞雄一起会吃过闽南古盛，稍微介绍一下你的特色好不好？谢谢。其实在瑞雄这边，我们介绍一下。啊，瑞雄是在做分享。好，现在在旅行吗？你安排吧。第一个还是我们去，所以我们。也是最便利的，最便利的，最便利的。其实到了夜市里面的时候，最什么？最后一把是月光。OK， 好。你们那个温泉大概大多少公尺？还是很小，是很小，对，真是420公尺，420。它是我们抽水的深度大概是90，就是马场上的好水位。就可以做得到，超过这个是非常的让人感觉非常泄露的。你说打那么深，但是你的马达放在90公尺的地方就抽不完了。可以来，我们给他做自然条件，给他鼓掌一下。所以你看得天独厚，是不是因为你们靠近你这个温泉大爷？可是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在我们认知是和平的，但是正和平的话，就刚刚你讲的，红叶、原乡啊，原乡，或者是江户啊，或者是中天啊，或者是那个松地啊，那边，他们都还有我们旁边的银山庄，他们都是自然滚出。哎呦，这样子，那这种自然滚出的话。它的条件是什么？其实那个东西，它打到那个地方，它是需要用动力的时候，就自己那个压力大的那个垃圾。所以这个很耐火的动力。哦，真的。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跟成本相当有关系。所以春天那边也是这个样子。春天花它好像投机。其中有一种，它就是之前一直打的那套东西，它是可以采的东西。哦，它后面打的那个就没有。是，对，不一定哦。所以我是在问，在想，我们有没有做一个补偿？我们对于整个温泉区域，比如说它的储水量、它的抽取量，还有它的整个补助的这个补助，就是。那个是你温泉的泉水，融合的一个补充。对呀，对呀。那个我在那里发生的时候，他用在这个地方打的伤。不要想，这个是今天不属于什么？不属于什么？他现在看见这个，我们认为是个错误。也是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开设以后，因为你的目前的水量。没有影响。那我们的补充大概有个东西，绝大部分是在红叶溪。好 ，OK。红叶溪它有一个管子，它那个地方是一个两米的管子，所以如果你要跟它的红叶溪下来，红叶溪下面没有水，都是这样，因为下面都没有水，因为每次上面溪流的水全部都进到地底下，然后又地底下之后。然后再回去，就变成你们的泳池了。所以它补充它的容易。对，所以如果是台风季节下大雨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刚我讲现在比较明显，阳光黑道，对，自然涌出量很大，然后我们的九十米哦，就可以到上面到九十米。哦，那这个温度大概几度？每一个温泉的温度都不一样，不一样。这一包的是我们温泉，大概可以到七十，我们家的是四十九度，非常非常，我们家算是比较低温的，基本上在温度在四十。非常感谢哦，对，刚跟大家上了一课。对啊，我知道刚刚那个董事长有特别介绍，非常感谢哦，对，这样的一个概念化。还有呢，我们的那个协议员，协议员这个名字很有特色，原没有特色，没有特色。就是有特色，是你按款没办法哦，给你多一点机会，因为机会多，店里那时候，我看到他们在那边干嘛，他接起来，他接起来，我不会做生意，当时在80年代哦，对的，记得被你那边弄成非常大的。我们讲过一他所以啊，这边有位置。我马上就到，他把他送过来了，他有时候走开干什么？那姐姐姐姐的。我刚进门上来，啊，我刚进门，还有呢，我们的翠花，翠花来，唐玉桥，能不能介绍一下，稍微分享一下？是的，翠花甜玫瑰，在哪里？翠花甜玫瑰。来，我们年轻的。翠花甜，这个名字应该很难听。好，一提个名单就去上看出来，出来。好，来介绍一下。你们是第二代吗？对啊，对。我是第二代，我叫。啊，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你们的翠花点为什么叫翠花？这个名字有诗情画意，就跟你那个谐音一样。来，不讲的话，我要把上面叫你们。还有，心运，先确定心运的几个。不会剪掉，还没剪掉。
稍微分享一下，对你森林是有森林吗？对啊，那我们在那个瑞比森林，我们有里面有那个彩绘，还有一些哦小朋友那是什么人来的话看，哦很漂亮，我很喜欢。好，谢谢。所以你看，他可以打动他自己，绝对可以打动他，绝对可以打动他。尤其呢，他对于这个小孩子，这个对吧？对啊，啊，这种非常的那个非常有这种那样的这种感受啊。好，那再来的话，我想。要我们下午再继续哦，下午再继续。我们哦，是我这里的介绍哦，大家都有机会哦。我们今天早上先吃一份四张，那由等下再一个人。好，那刚刚我为什么要特别要请我们的叶子来介绍呢？因为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你们到底你们的。价值链，你的位阶，你跟他没有关联，好，或者呢完全没有关联。好，如果说有关联的话，是不是麻烦你们写下，好不好？跟他这一些项目主要活动，刚刚我有介绍过。当然，如果说你们认为说。刚刚没有介绍，但是不要紧哦，你们自己可以写下来，你们属于你们自己的哦。比如说，第一个，你的一个，就是说，你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分析，其实就是结构性的分析。我刚刚就是在让你们了解你们自己的特色在哪里。那你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把它拆出来，那你的自己属性跟特色在哪里？而且呢，那个就是你的利润会产生的地方。那一般我们叫利润值，这个要给我。好，那还有呢，你能够达到竞争优势所采取的相关策略，所以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大概能不能有一丝文字哦，给大家？每个人一张，但是呢，你们可以哦，比如说有一些民宿业，你们是来了好几位，你们就写在一张就好，好不好？写在一张，你们要写什么呢？第一个，你的利润来源，没有，你第一个你要说先把你的特色写出来，好不好？好吧，先想到你们的特色。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产生的利润是从哪里来？哦，那第三个呢？那你对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竞争，优势里面你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哦，那当然不是这样叫你们平头乱指。哦，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一些。好，那下面的那一些我有特别讲说。这样一个结构跟制造业的比较，但是呢，我们要解构成服务业，哦，好吗？我们要把它解构成服务业，哦，所以这张等一下我再修正一下，我再修正一下，让你们去对照，哦，好。那譬如说你们的存货，你们的营业，哦。比如说将颜料，那这边呢可能跟你们不是有绝对的关系，不是有绝对关系，所以呢你把它用服务的思维去把它怎么样解构，那就是把它认为说我主要的活动包括一些，那我认为你们最重要的是这两项，一个是行销还有销售，就是你的你怎么去跟顾客沟通？
你怎么去定你的价格，还有呢你的通路管理。那这边我认为四 P 等下我再把它写下来。一般四 P 呢就是四样的关系跟大家有所结合，一个是产品或者是服务，一个是所谓你的定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行销，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通路，所以呢应该以这两个为主。那你的资源呢，比如说下午的课程里面我们会再更进一步的讲到技术的发展里面有一些的设计，就是说你到底在强调你们自己营业的模式是什么，就是你们自己要呈现给客户来消费你的模式是什么。我比如说以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新建的这一栋，它就是一个荒废的概念，对吧？这样这个就是它的设计里面。然后呢它有没有什么研发活动？一般来讲研发活动是在制造业产业，但是呢我们就把它看成我有什么创新跟创意的理念，好不好？那你有没有应用到所谓的资讯科技，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用到网络来帮你做行销，好。那至于你们的资源的管理方面，主要的就是你如何激励你的员工，你如何办理训练，还有你跟员工之间的关系。那你们会讲说，哎，老师，今天的话，老板没来啊，那你们可以稍微写一下，到底你们的老师关系是和谐的吗？类似这样。好，那接下来的话，比如说你们自己公司的、你们自己企业的会计、法务一般怎么规划，还有你的规划，这里面的规划，比如说你有没有营运计划，还有其他类似的努力。我等一下再把这一张稍微整理一下，然后你们再根据这一张，我们说至少上一段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出来。那是不是我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还有我听到你前面刚刚我有说法，我们继续那个那我再吸收一下，但是等一下我会再回到这一边，等一下再来上课的时候，我就把它整理成。跟我们花一个比较有关的，因为有这样子的差距，好，那先大家有这个概念，我们再来。好，那这个就是一般在管理一个企业管理它的一个价值链的这样一个方式。好，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是一个资源方法，为什么叫资源呢？就是所有的会计、所有的人力资源、所有的管理全部在资源里面，下面的主要活动。那下面的主要活动其实就在一般呢，就在什么？就在第一线上，你的服务、你的行销跟销售。所以呢，原则上以这两个为主，其他的话你可以去顾虑或者去考虑。好，那真正的话比较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章，这一章。这一章是从天下杂志，他在看各个产业的一个投入产出这中间的黑箱，这边的一个投入，这边一个产出，然后它的整个价值就在这边所产生的，所以的话这一章呢有特别一个十来章，我想我们没办法每位读一章，对，可以等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还想来做一张，然后大家互相转转转转看看等一下会来好。那为什么讲说这一张特别重要？因为第一个它是在一般的五岁商店的员工来的话，可能他也不可以把这样来回去跟你们的老板讲说，今天呢你们上课的内容有一张蛮重要的，就是说从投入的人力资源、硬体设备，还有投入的员工的服务，还有员工的训练，然后呢
多的创造力的，然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给顾客的反应跟什么样的回馈。所以呢，投入是我们自己要用心用力的地方，那产出呢是帮你创造利润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哦，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在我们整个营运的里面是蛮重要的。哦，这样子，哦，就是一开始就说你投入的目的就怎么样，就是为了要达成你的利润的产出，不然的话大家为什么要投资，大家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哦，再把自己的设备把自己的硬体设施再去翻新再去营造再去增进更大的客源，为什么？很简单，就是我是为了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哦，那因为你在所有的活动里面一定会有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什么？包括如果从温泉来讲的话，你的温泉的来源是不是要花费很多的成本？你的人力资源的来源是不是让你足以支撑你的所有的服务品质？还有呢，你的服务品质是不是到位？然后呢，你到底提供给你的客户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所以这些都要把它展现在这一张里面，哦，要把它展现在这一张的那个图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下来走。那要在往下走之前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来稍微分组一下？可能要来分组一下。哦，那我想哦，2、4、6、8，你们八位就可以一组，好不好？那你们2、4、6，你们这个有一组，就两组，好不好？哦，那两组你们讨论的范围就在这个区块，你们讨论的范围就在区块。然后这个中间比较复杂的，等一下我再来。那后面呢，你们也分成两组，好不好？这个后面我对你们比较抱歉，因为你们哦比较无法看得那么清楚。有清楚哦。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分成两组？哦，分成两组，那怎么分？你们是哦。好，那这边的话，这些比较多的话，我看。24位，24位分成3组。这824哦，你们自己问。那我是希望怎么样呢？我是希望尽量，如果说同一公司，我们拆成不一样的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好不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哦，分享你的公司是你的企业，你的特色，哦，你的价值的一个组成，你价值链的组成是怎么样？哦，然后呢？等一下我们会有白报纸，那你填进来以后，然后你派一位各组要派一位上台来做一个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组讨论的结果，好不好？那这一派谁呢？你们自己去抽签或者是指定都可以。那我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多做一点，好不好？哦，因为可能你的组织架构、你的逻辑，哦，会比这个其他的还好。当然，你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文化，哦，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素养。所以呢，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交流的一个机会，哦，大家可以交流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其他的哦。好，那现在这样的话，没有分组的尤其帮你们分组一下，您来帮忙分成3组，你们两位的责任，你们三位的责任，把大家分成3组，你们各带1组，好不好？1、2、3，刚刚好。哦，那看你们怎么样。
书啊，把同样的来的同仁，他拆成不一样的组。如果说他来三个，对，来拆成三个，三个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彼此学习机会。好，那我们先，等一下我看一下，现在是10:30，那我们是不是10:50再回到现场来休息一下？那我把刚刚我讲的，我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整理成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操作的那个概念来引导大家。哦 ，OK， 好，那麻烦大家就请动，谢谢。Gracias.
明年我就要做到3300万。但是呢，这个不是随便讲，这个是根据你去年的整个营运的状况，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什么，做规划，再来做布局。哦，所以是有策略。那今天呢，我们不用产生这个营运计划，不用。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开始要回归到你们的必须要填的地方，填什么呢？因为你们如果从这一张，这一张比你们刚刚写的还单纯呢。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注意看一下，企业的基本设施，麻烦你们在，麻烦你们在。欸，对，这个样子。对，这样的话，我写下来。我们的这张，他们比较好。你们写的。要不就这个。画图。来，还没有把主要活动、事业活动跟利润写上来的话，麻烦现在赶快把它补上来。这样子的话，是怎么讲？再往下写的时候，你们才是有标的，好吧？OK， 好，我马上就好。好，那第一个内部物流，来，我们先看的主要活动。内部物流，如果你认为说你们有必要对你们的自己，比如说你们的流程，好吧？就是你们的流程，你们自己的流程，比如说你的客户。其实这个就是没有人听课嘛。你从客户的订单开始，然后你怎么样安排住宿？哎，导演，不好意思，没有写。然后呢？那是什么？大客户来没有？他说我们等一下要上台报告。然后呢？一直到他可以提前吗？好，提好。可以啊。然后你们再做一个节目，其实这个节目属于在跟内部的流程或者物流上。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讲服务流程，好吗？我们不讲服务流程。但是呢，在我们服务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服务流程。但是我不讲那么细，好吗？我不讲那么细。好，那但是呢，营业呢？营运的话，你们然后你们就要，因为这个的话只有20，这样好不好？麻烦你们把开始可以写的参考这一张，哦，不要根据那一张，谁就写企业的基本设施，还可以写，把这个写在主要活动上面，哦，没有资源活动上面写。企业的基本，你就写基本设施四个字就好了，好不好？来，对，直接写了。来，我们来看，你就直接来，在这一边，在辅助或者是资源活动里面，你就写基本设施。这个箱子在狗。来，基本设施来，再来。人力资源管理，再来呢？服务发展，不要写技术发展，好不好？写服务发展。那再来呢？你的采购呢？你就写服务流程，好不好？你就写服务流程。你的采购麻烦写服务流程。对，你的采购麻烦，那技术发展写服务。对，服务的发展，那采购呢就写服务流程，好吧？对，服务流程，因为在座的你们可能有透过网络定位的系统，没关系，是我们或者呢，你只是透过电话服务的系统，好吧？这样了解吗？去点车。
写都不要，下面呢把技术发展把它写成服务发展，把采购呢把它写成服务流程，好吧 ？OK， 这个是我们的辅助活动或者是所谓的职业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的进料、生产、就业、出货、货检，我们都不写，我们都不写。写什么呢？写你的前面的行先、行销跟销售，麻烦你写。跟销售拆成这四个产品跟服务放在第一格，定价放在第二格，地行销放在第三格，通路放在行销跟销售这一格，就是把这四项把它替代，那最后就是你的服务，好不好？就这样子，了解吗？大家稍微，因为我们要变更它的怎样，它的价值链是根据我们的旅馆、我们的民宿业来呢界定我们的流程，界定我们的价值链的体系，或者是价值链的活动。哦，好，这样了解吗？产品跟服务是要在一起的。产品跟服务是要在一起，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定价，然后行销跟通路，好不好 ？OK。行销跟写字很漂亮，哦，好，服务的，好，然后接下来呢，产品，好，麻烦产品跟服务下面要有一个斜杠。产品跟服务要有个斜杠，了解？要有个斜杠，为什么？因为产品的重点是要提供服务，哦，但是呢，比如说我在卖车，其实我们不是卖车，在那里售后，所以产品是卖车，但是呢，真正你卖的是后面的服务。所以呢，人家来你这边消费，我们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是，比如说温泉、民宿，或者是单纯的住宿，这就是你的产品。但是你要提供什么服务呢？哦，比如说，哎，里面可能有不一样的氛围，这些等等，所以那个是在一起哦。那定价就是要讨论你们的房间的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哦，比如说我第一个晚上是1000元，你是第一个，你是几个人1000元？你是怎么根据什么条件定出来的？了解吗？哦，所以的话，你们一定有你们自己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模式。哦，所以呢，价值链就是要最后就是要让你产生利润。但是呢，你要做利润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那你到底什么样的服务让客户愿意买单？我做，懂吗？哦，那你们一定会说，哎，我们的定价策略是波动的，我们可能是，如果是旅行社跟你来讲，跟一般甚至有交集的来讲，跟一般透过网络来讲。一样，不要紧，你只要写出你的定价策略就好，好吗？重点不在你的价格，而在你的定价策略，所以这很重要。哦，来，请大家注意听，请大家注意听。我发现我这边都注意听，后面的跟这一组的，我要注意听一下。定价是要做策略，
是你的策略是什么？不是一定要聚焦在你的价格上面。我想大家都是业主，你们都有你们很不一样的策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呢季节不一样，你的价格又会不一样。所以呢，我希望了解的是你们的定价策略，好吧 ？OK， 好。对 ，OK， 好，这样就可以了。哎，话题来等一下，那个稍微。产品服务是在第一格，定价第二格，行销第三格，通路第四格，对吧？所以不对，好。产品跟服务在一起，因为有些主题已经写好了。产品服务是第一格，定价是第二格，那第三格是行销，第四格是通路。那这里面全部都是你们的策略，好吗？我们现在主要活动是在讨论你们的策略是怎么定下来的，好吧？你们一定有你们的策略思维，甚至呢，你们透过讨论的结果，你会发现，可能各家的你们的策略会不一样。但是不要，我们主要是来分享一下。我是希望今天早上是希望未来我们的民宿的婚前宴，大家是一个共同的力量，一致对外。我们呢，会让大家接客人。结果啊，为什么？因为借着大家的努力跟力量，你们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进到我们的场地来消费。这个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主要目标，所以把大家联盟一起，那最后再来评价方面，那下午我们再来讨论体验行销的这一块。好，这样了没？这样好了没？对，然后行销跟通路切开，行销是一般大家对行销跟通路好像不是很理解。好，谢谢，不好意思，行销是一个。对，好。行销是什么呢？你如何呢把这个信息交到消费者的手中，透过手机，透过口碑行销，透过种种的介绍，你只要让客户群能够到你的店里面来消费，到你的民宿来消费，你就成功了，这叫行销。那通路是什么呢？譬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通路是透过旅行社，它就是一个通路；透过网路，它也是一个通路；透过实体店面，比如说我们每年在台北世贸都有所谓的观光旅游展，你只要展示你的小小的一个叫什么，就是我们一般都会租那个柜摊位。会，对，那你就可以去，那个也是你的行，你的通路。所以呢，我想问你们，你们的通路策略在哪里？你是做过什么样，才有办法把你们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跟服务呢，推介到客户的手中？所以它是一个链接的关系，从产品服务，从所谓的定价。你有产品，你有服务，你才有办法去做定价。你有办法做定价以后，你才有办法去做你的行销。行销你基础知道了以后，你才有办法铺通路，懂吗？所以通路是铺出来的，行销是打出来的，把你的行销打行销铺通路，好吧？这六个字，我希望你这样才不会搞混。很多人学完企业管理都会说
老师，那我们都在讲行销和通路，那到底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我说的不一样，一个是你要做出来，一个是你要策略性的去做出来，好吧？就要掌握到这样。也对 ，OK， 哦，好，那这边的服务跟上面的服务有什么不一样？我再讲一遍，这个也蛮重要的。一般在书里面，你们大概都写不到这个东西。不是说老师自己吹嘘，因为所有的价值链都是在探讨制造业的价值链，是在探讨整个产业的价值链，很少价值链回归到服务业，尤其在这个所谓的旅游或者是旅游餐饮业。所以呢，上面是讲服务流程，就是说服务流程它只是一个引导式的一个资源，但是呢，真正你要到位的服务是在哪？是在主要位置，就是当客人跟你一接触了以后，他对你的感觉，比如说你服务柜台服务人员，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他如何把顾客来的客户留下第一个好的印象，然后呢，带领他们到，比如确定的位置，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呢，你们跟顾客产生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主要活动。所以真正接触点是在下面，上面呢只是一个流程的介绍啊。所以的话，为什么一个叫次要，一个叫主要？好不好 ？OK， 那如果说你们这些做得到位的时候，那恭喜大家，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利润就产生了。但是呢，有没有成本？有。在你们的所谓的投入里面，你们就有成本。为什么？因为在辅助活动里面，是在帮助大家做什么？成本的怎么样的开支？哦，但是下面呢，才真正你的怎么样？你回馈金额的产生，会在下面帮你怎么样定位，帮你怎么样赚大钱？哦，所以话 OK， 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开始往下走。二十分钟的时间，三十分钟。那我们下午再来报告。但是下午的课程更密集，而且更有趣。我们下午节目比早上更有趣。对，自己写。第一个，你的好，我稍微引导一下。我们可以先从辅助活动开始。第一个，你的基本设施是什么？比如说，这边有明星店，基本设施包括你的特色的，比如说我有温泉，刚刚的话有讲到石头，我的石头，这些特色，比如说五岩呢，我们有个火山，这些呢都是你的特色。那五岩呢，它又有个品牌形象叫什么？它的基本设施里面包括你的软硬体，还有你的品牌形象，都可以放在你的基本设施。哦，好，那至于来，那我先讲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归到微商什么，在人的硬事业管理这个发票点工的激励，然后机会是不是和谐？哦，然后呢，平常你怎么奖励员工？你如何留住你的员工，为你耐力，这个的话在人的企业管理。好，那服务花在什么？你每一年有没有一些想法，有没有一些创新创学的话，你有没有做一个计划的规划？你有没有升级转型的想法？前途多在你有戴眼镜的那这个是要给谁？这一块是学理一个，这个是比较虚的，但是虚的里面呢，它是借占着非常重要的要素。我这个主要素是什么？就是这一块。那服务流程呢？就是我刚讲的，从客人从网络下订，然后引导他过来，然后再一步这样子，或者是他的 A， 他知道语言，然后听到了语言啊。你都可以，就是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流程，稍微顺一下。好，那下面的就是你的产品跟服务，你有多少产品？
比我们古人还在，他可能有什么呢？他的产品可能他是除了什么呢？除了问题以外，他可能还有卖什么？他可能有跟其他的厂商合作，把他的商品也一起带进来，甚至呢，他可能把他的场域拉到外面去跟相关的厂商在地的农业做流传，这都是共产。那这里面已经包括什么？他不只是在卖树贮笋，他已经他的范围已经广了，他的范围已经广。所以呢，从企业的基本设施，他们其实会酝酿出他的产品的特色出来。好，那再来他怎么定价？刚刚我有提过，定价呢，一般你就讲说我一个晚上定价多少不用，这个甚至呢，价格是产品所谓的弹性价格。好，那我要问的是，你的弹性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就是定价设定，了解吗？好，那再来呢？你的行销，你怎么打广告？这就是你的行销布局。还有呢，你的通路你怎么铺？那通路有一个名词叫做虚实整合，你没听过？就是 O2O， 线上怎么样？浏览线下。订房或者是订房间，就是网路去观赏你的房间，或者是你周边的环境，然后呢线下透过电话来跟你订这个房间，这个就是很多的东西。甚至呢，可能有你们有专门的客服人员，专门有客服人员在接电话，甚至呢，可能你们还要有所谓特殊的专线，如果客人来住了以后，对你们的服务品质、对你们的房间设施、对你们提供的服务不满意的话，你怎么处理呢？这个都是未来我们在做营业发展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改进，这个才会让你的利润增加，让你的成本怎么样？同样。大家所不能少的是成本的支出，员工费、设施的维护费、设施的太空费，对不对？还有行销费，甚至的折扣费，等等。但是重点是，这些成本是固定的，你每年你都不能少。那你如何把你的价值提升？把你的价值跟价格，你的价值的提升了以后，你的价格才可以拉升。所以呢，价值跟价格是不一样的，价值是你的品质、你的形象、你的服务能量，那价格是什么？是反映在你的品质、你的价值上面。所以价格和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因为抱歉，我已经把一些学术的东西把它砍在刚刚我讲的话里面。问好，有录音，有录音，这个有录音可以给大家去。在做对接在网上好了，把我刚刚从11:30的这一段把它重新把它回馈一遍，那你们就知道整个价值链其实已经包括了各位在座的企业主的策略。那希望未来呢，根据我们的这个操作，你们回去建议你们的老板，或者是在座你们是，不管是第一代或第二代，你们自己要有营运计划。好，麻烦再往上两张。对，一张。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光，红色的部分是我刚刚没有讲到，不是没讲到，就是我刚刚我在介绍第一个结构性，就是你才可以理解的模式。然后呢，我是希望你们未来一定也一定要有奠定年度的营运计划要出来，为我们每一年做打拼的准备，但是呢，你必须要根据我们的价值的概念，价值链是什么？好，那至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营运重点，就是产品跟服务，这个的话没有特别加，但是有把它纳到我们的那个。
箱。好，在这边我有特别提到这两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服务业，所以你一定会面临到行销跟销售哦。然后我们这里面它只有说行销的沟通、定价还有通路的管理，但是呢，它把货系的三个诞生的产品服务给它加进来，那这个叫做完整的四 P， 了解吗？这个叫做完整的四 P， 就是这样定出来的。那四 P 它当然是一个内容服务，在做解释。那它的服务是什么样的？就是消费获得回馈之处。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回馈多少？当然现在的人会喜欢尝鲜，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做玉米，明天要做海瓜，会这个样子。但是不要等到他们在想说，哎，我要在做玉米的时候，我可能电池会坏掉，我是刚换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搬家，他们就会回馈到说，哎，一时的老板对我很好。服务品质也很重要，所以这个回馈。还有呢，这边一个很重要，你的客户关系管理，你如何呢把你的顾客作为商品，而且呢最优质的管理，对于以后想要要的非常高，非常的帮助。好，那这些活动呢继续发展，就是你的设计。设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硬软体设施。你有什么功能？你的设计强调什么？其实外国人笑的客户，拆开连起来，价值的是很重要。那你的研发就是说，你每一年都要有不一样的创新跟创意出来，你才有办法让你的事业达到所谓的永续经营。而且现在的人都是怎么样？都会所谓的喜新厌旧，你每天要创造不一样的氛围，让他们去体验，让他们去感受。好，那你的资讯，譬如说你用科技，譬如说你用网络行销，这网络行销包括官网或者是社交网络，你要去推广。你看，包括我们的商品专栏，它都一直在发动。推特上面推推播他的整个自国理念，当然他的人格我是不变是好这样子。好，所以呢这边的一个你如何让你的顾客到了你的长期来消费者发现说，我下一次一定要再推荐别人来享受这样的一个产品，这非常重要。好，那人力资源关系这里面聘雇，这是你们的成本，大概不用讲。但是奖励奖惩制度有奖要有惩，这个是非常重要。一般惩的话不是惩的太重，就是根本没有惩罚，因为现在也不是很高级。那员工的激励呢？所以其实有激励方案，譬如说刚刚我有讲，我们一年3000万的目标今年达成了，然后呢你到底要从达成目标里面给员工多少的奖励，你才有办法为明年我再创造3000家额外加300万，这个300万我怎么样利用我的资金额度，我怎么样再回馈给我们的员工。但是不是说300万有钱就可以做到的，所以你必须要有激励方案，你必须要有奖金制度，你有没有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好，那训练呢，其实呢感谢这一波疫情让我们大家有机会在一起，你们可以从不一样的方向去做，怎么样也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其实我认为正反正对正统投入资源，你们是享受这样一个资源。那但是呢要有收获哦，那再来就是劳资的和谐。那这里面就是年度盈利目标，跟一开始讲的还有什么的升级转型，未来我们要不要升级转型呢？其实如果以普元他新设这个 VR 的话，他也是一个升级转型，他也可能考虑到他的客户群的需要，他可能也考虑到他们不一样的目标市场，
哦，当然，那这个不是说每一家就一定要这个样子，它有它的特色以及发展的脉络哦。OK， 那了解吗？如果了解的话，现在就要实际操作了。那操作的过程里面，本来有讲说用这样的，但是好像太少。好、哦，原则上你们只要想到哦。你们只要想到，就是说，第一个，你们先讨论，先这一家来经验分享。第一，经验分享的过程里面，可能就有人要帮他们怎么样，找他的关键字，然后写在便利贴上面，直接贴上去，好不好？直接贴上去，这样了解吗？所以要有人，这个可能要有点功力。有人讲故事，谁讲故事？就你们推派出来的这一位业者，他来讲故事。然后呢，根据这几个项目来讲故事。然后呢，就是你们帮他写下，贴上去。那下午要报告的时候，你们再怎样拿这上来报告就可以，好不好？那作为我们。下午一组只要五分钟，因为如果太多，再加上我的意见跟想法的话，一组可能十分钟，对不对？所以下午的时间非常有限，尽量呢大家喝一点咖啡，然后能把精神呢撑一下。虽然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好 ，OK， 回的，开始。